你想法？爸爸现在想要拍的那个影片的专题，就是把每天洗碗过程拍下来，你觉得会有人看吗？会啊，会啊。可是爸爸每天都穿卫生衣洗碗，这实在是会有人想看吗？你就买西装来穿啊。喂，我的头发。洗碗的时候穿西装哦，好像也可以，也可以哦。去换装，咻！最后决定呢，爸爸换这件史莱姆的衣服来专门洗碗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饭吃完没有？嗯。饭赶快吃完，爸爸才能一次解决洗碗。因为我现在还在想我是林小胡。我是林小胡。那我是林小胡。你是林小胡。我是林小胡。那这次是爸爸的日常的生活洗碗，好，开始了。我发觉被妈妈骗了。这样子以后都要我洗碗，对不对？来，继续。我们也要去洗碗啦，我们也要去洗碗啦，对不对？这样以后是变我每天都洗碗。算了，我等一下弄好之后去帮你洗。没有，我是小孩，大家好，我是林。那现在是爸爸的日常生活的洗碗，好，是我的爸爸去上。林小虎，什么事？过来。你先看看怎筷子倒叉，因为有饭粒，所以要冲掉，会比较好一点。虽然最后饭粒也都会不见。还有汤的碗，忘记了。擦饭锅，锅子也要洗，所以它在炒的位置。这是洗菜的，洗菜用的，所以都很水冲一冲就好。实验生水阀很容易坏，但是好用。
一年至少要换掉12分钟了。加油站的卫生纸，擦洗手槽。擦这里是最好用，因为里面很油。你用纸来擦的话，它把油都吸掉。反正加油站送的不用钱，用纸很烂。15分钟，收工。店员，今天卤肉饭比较油，用强力。Action。喜欢我洗碗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哦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下次就可以不用洗碗哦。小胡过来。上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下次小铃铛。